Hello， 老师，那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的部落大荒野乱斗。那今天的话呢，基本上在我们晚上的六点的时候，还是五点的时候，有更新了一个这个格里夫挑战哦。那不知道这是玩什么东西，这感觉好像是一个新角色的样子吧？我们先看一下英雄这边有没有多出我们的新角色，叫做格里夫，是不是？来看一下。好像没有，最新的角色好像还是在霸子这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模式呢，到底是在玩什么东西。那里面的话基本上有这个哇，乱斗足球射门跟金库，还有机甲攻坚战跟抢星大作战，然后完成可以获得格里夫。其实我还蛮我很害怕又输掉。我很害怕又输掉，我想要格里夫，天哪！足球模式说真的，我也不是很在行的那种哎。然后，因为哲平真的没有很厉害，所以很多都是仰靠别人，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傻眼，好不好？我只能加油了，好不好？我们只能加油了。希望今天我跟你讲，我也不会说就是遇到什么烂人什么之类，我就希望不要红 WiFi 就好了。然后希望大家都努力向前进，不要觉得自己会输，加油，我们可以赢！为了新角，我求你了！我被卡住了！啊，完了！完了 ！Oh my god！ 就是我在雷！我们的新角要没了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不行欸，我觉得对面好像比我们有智慧多了，而且我真的是没办法。我跟你讲，我玩这个真的是没办法主控场哦，这不是我的那个，这不是我的强项哦，完蛋了，这该怎么办？而且我感觉我的队友感觉也不是那么会踢球的人。那这样会很惨耶，哈哈，啊，没了，我在想我这个是不是应该要跟观众一起玩才对啊，因为我觉得这种模式真的是不能随便乱玩耶，对不对？这必须想要赢的东西不能随便乱搞。不是，我在干嘛？哇天哪，哎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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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机会，所以好险，有，别紧张，过来，走，往前进，怎么跟输掉的时候差这么多，我也不知道，但是好嗨哦，加油，欸，拜托，我希望我们能赢啊，补我们上次那一次没拿到表情好不好，希望我们这次可以赢，加油了布鲁克，哎呀你没射到他，可惜啦，我求你了，让我拿个角色，拜托哟，奔腾来了，奔腾不要啊，啊，来不及啊，哇，对面怎么感觉都这么会啊，我的天哪，大家可不可以让我拿一下角色，我想要玩新角啊，干美赛，完了，我们队友感觉是蛮准的啦，哇，奔腾哥哥等一下，太神了吧，为什么啊，对面太强了吧，欸，是不是强的人都自己组队去了，然后剩下的都是这种会被教训的啊，然后我们就等着被教训这样子，不要闹啊，太强了吧，不是欸，哦，不是啊，我觉得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的心脚要没了！干嘛？太夸张了吧！为什么会……啊，好吧，抱歉了，队友。我觉得搞不好，其实那些动得很奇怪，或是站在原地不动的人哦，搞不好他们都是因为红 WiFi 啊，我可以这样理解的，好不好？那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他们的问题，这就是充线的问题呀、啊。我们再输一场就没了，再输一场就没了，啊！怎么会？太夸张了吧！是不是该扣剑圣了？不是，怎么还在那个啊？哎，真的很扯哎、欸！那、啊、这次直接不给你红 WiFi， 然后直接让你不能动，是不是这个意思？太夸张了吧！哈哈，霸子还蛮可爱的、欸。一直在那边吹哨子，哦，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场我们会赢。哎，不是啊，哥，你在干嘛？哎，干，立马帮帮忙！哎哎哎 ，What's wrong with you？ 达利尔怎么了？达利尔吓死我！你看他们有一个应该也是红 WiFi 了，好不好？但这也是不能怪哎、欸。我现在看到那些不能动的人，我都不会觉得怎么样了，我只会觉得就是啊红 WiFi， 可怜兮兮。哦，好险，自己稳自己稳。但是比较麻烦是我只能再输一场了，不管什么模式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哦，我还没有赢到第三场哦，我靠，哭了。哭了，我怎么还有踢？我怎么还有足球模式啊？我不想再踢足球啦！然后这场又输掉，我就傻眼了，哇！我觉得有可能，这场对面好像有点强哎、欸。好啊，各位，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的那个新角色啊，看来应该是没办法让大家看了，那个。我觉得有点难啊，偏难啊，偏难啊，对面炮火隆隆啊，这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炮火隆隆啊，雷声响响啊，哎，我怎么射不死他、啊？太夸张了吧！哎呀！我的攻击力打不痛他，因为我只是个小小捕食。哇，还有防护罩是不是？完啦，死定啦，拜啦，没接到啊，再见啦。哦，我觉得我这个模式我之后留给开直播的时候跟观众一起打好了，但是我很怕会有红 WiFi 雷到大家的问题、欸，很恐怖哎、欸。而且我自己又很烂。哇，怎么办、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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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哇，完了完了，我刚刚没踢到，哇！机会就这样没了，各位，我们没了。然后我们的队友应该也不想动了，怎么讲？
有人在控制机器人，有人在控制机器人啊！哎、欸，靠，完了，不是那个，刚不是个好机会吗？天哪、啊，不要闹啦！完了，我的新角色没啦，新角色没啦。没关系，反正见怪不怪了啊、哦。那最近的话，基本上的话呢，大家如果来我们这个新角色模式的话呢，哦，是可以来试试看。如果你连胜的话呢，你就有这个机会啊、哦。如果你没有连胜的话，你输掉的话是可以花59来购买这个获胜的数量哦。就是这样子啦，好不好？那如果大家有用过这个角色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这边分享一下它到底好不好用咯，或是啊。我没办法，我真的是没办法，而且我觉得我不敢跟大家排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怕会哄 WiFi 啊，好吧，就这样子啦，好不好？那我们就下一次有一些更新改版或者有新英雄出现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录影片来拍摄一下咯，那我们继续玩到这边咯，我是徐平，再见咯，大家拜拜啦。